跳你还是晚跳？跳了不敢跳了。No！ 那我再见你。今天呢，我们拍片我们这个有种朋友的 game 啦。今天我们有长乐，喂。K 老哦 ，Hello， 你是来这里做么？我今天其实是来看一下大家拍到怎样的节目，看不到我。突然想到还有一个 vlog， 想问一下，空港，袋鼠在天花板走动的时候是什么声音？空港。嗯，我们先化妆。噔噔噔，现在拍美美的 shot， 走下去，个人介绍。不知道还要做什么了，真的好可怕，很可怕。听到吗？听到吗？全部躲起来，这都不能停。真的就留这样的位置给我们哦，你看算好的啦，其实还有椅子可以坐。原来没有啦，然后我家门拿过来，还好有我。哦，你是这里做工的是吧？哎，是。准备看一下，准备椅子。我们就拍完了这个第一幕，就是我们选组，然后进去那个测谎机，然后现在我们要换衣服，然后就要再去拍别的游戏。现在我们见到三位 Lagoon 里面，对，喂，你老师，看，嘟嘟嘟。去拍摄玩游戏，哇！我太久没有进来三文的 Lagoon 了，你看，嘟嘟嘟嘟，天空很美。等你，哪里教？明白，这里很多动物。完了，我们来的鸟，不知道。哦，那不会飞很乖哦。哇，很久没有进来这个三文的 Lagoon 了，还是一样美，很干净啊。我们的嘉宾们，我们的长乐佩珊。我们的米切友，哈卡，你懂等一下的任务吗？等一下的任务，看你给我的钱呢、啊？哎呦，讲金嘅，边有同你讲金啊？本来不懂要跳那个的，看到两个 D 啊 drumstick 啊，应该就是会有人跳啊，这样看，应该就是开楼啊，可能是我了，我觉得，因为我只是一个配角而已，应该是在主角区。Yeah, 配角可以死，配角会死，可以了。长乐，你敢跳吗？跳楼，你选哪个？跳楼，真的咩？哇！你听过吗？跳楼人啊，到一半就死了。哇！我到现在还是不敢哎、欸，那个 G boss 很高哎、欸，不然就叫每次我之前拍节目失败三次啊。你跳你还是晚跳？跳了不敢跳了。那我直接。他们去突击陪我睡觉，你看。真香。加油！啊，准备到你上去排队啊！加油！我把你一睡醒就要跳楼死掉。刚刚我们看到那个马来同胞跳那个bungee jump， 哇，那个心啊，感觉要飞掉了，哇，我是真的不行。但是 good luck for me。当我睡觉的时候，大家有什么感想？亲亲一下单身老人嘛。我就想开眼睛的时候是。哈哈有什么感想吗？傻傻啦。哟，你们会怕吗？我不怕，我怕你们怕不了。傻傻不？喂，他成黑哦，他拍到。哦，这个是一个显快长的。OK， 我跟你讲一个消息，书生讲他今天很想玩。可是还有班级加美，他两个都要玩。阳光特别美，三美睡觉，玩沙，拍照，我就乱乱走。结果拍游戏，我就忘了 vlog 的存在。嗨，大家。Hello， 大家。我们的影片，我们的影片就到这边了。好。所以如果你看完这个影片，记得 subscribe 我们的 YouTube 啊。对了，裴勇了，裴龙 ，OK， Danny 应该不用理了。Danny 不用了，因为你们看，你们来，到底本是谁吗？都是 Danny 的 vlog， 宣传一下自己的圈那块。Hello， 长乐，长乐，长勇，裴勇，
Hello， 对啊，记得 follow 我们。如果你想看那些有头发的、乱乱讲话的、你可以去我的群来看一下。我们也是比较健康的，去跟朋友那边。哦，西北健康、没有哦，有没有哦 ？Hello， 对，就这样啦，大家谢谢你们啊！我们下一个影片见了，希望啊下一个影片直接把它结束了。对对对啊，这个就是米奇哟，你看到吗？国民女神啊！有这种事情，国民女神。其实也没有了，随便讲了。什么？这就不是我的，是你的。OK， 是 Rap， 拜拜，记得看节目。